绝对音乐，绝对新盛世。2017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，欢迎颁奖人 Sony Mobile 总经理林志远先生、萧亚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pha 萧亚轩。Xperia 超越每种想象。大家好，我是 Sony Mobile 总经理江老沈林志远。大家晚安。Alpha， 你好像很久没有出新的作品了，是不是有讯息要跟我们大家那个分享一下？对，我现在正在筹备新专辑，所以在年底前。一定会有新的音乐跟大家见面，所以请大家到时候支持 Alpha 好不好？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 Jonathan 一起颁奖。首先呢，我们要颁的是Hit FM 最具舞台风格大奖。每个歌手都会用自己最独特、最具个人魅力的方式去呈现自己最好的作品。所以接下来让 Jonathan 来颁这个奖项。2017 HITO 流行音乐奖。FM 最具舞台风格大奖，我们恭喜张韶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ela 张韶涵。谢谢 Hit FM 还有歌迷朋友的支持，让我在2017年 HITO 流行音乐奖拿下 Hit FM 最具舞台风格大奖。那因为今天有工作，所以无法到小巨蛋。跟大家一起 enjoy the moment， 但是没关系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嗨起来。恭喜 Angela， 请 Jonathan Alpha 继续颁奖。恭喜 Angela， 其实我刚才跟他还在微信，我以为他会来。我说我要颁给你的时候，但我不在。我说哎，真的，所以明年再度同台了。我帮他领了，空领。接下来下一个是 HITO 最创作歌手奖，2017 HITO 流行音乐奖 HITO 创作歌手李荣浩。恭喜李荣浩，在真实乐器中找到很棒灵魂的他，情歌到快歌到摇滚都能恰到其分。哇，对，就是我刚才前面一个讲，对，把我会感谢的都感谢差不多了，对。对对，哎，我有看到有人拿我的灯牌的朋友，是因为创作对我很重要的，非常感谢 HITO 颁这个创作的奖给我。以后呢，我也会好好的继续写歌，然后继续唱歌给大家听，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李荣浩，9月16号小巨蛋见喽，恭喜。那请我们这两位颁奖人继续来颁奖。接下来揭晓的是2017 HITO 流行音乐奖 HITO 最具号召力歌手，我们恭喜毕书尽。哇哦，果然这个号召力毋庸置疑啊，恭喜毕书尽。还有12月份的小巨蛋哦。是的，非常非常开心，小巨蛋级的歌手啦。谢谢 Alpha 前辈还有林总，再次感谢 Hit FM 让我拥有这奖项，然后当然更要感谢我的每一个 BF 家人们。有你们的团结，有你们的相信，我才有拥有可以拥有这个奖项，所以我觉得这奖项是属于你们的，谢谢你们。然后那个我小弟今年12月要即将要举办第一场的小巨蛋演唱会，恭喜。所以在这里想要
号召一下现场的大家来参与我的演唱会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最具号召力歌手，你都号召了，十二月就抢票吧。好的，请两位来继续颁奖。让他等一下吧。接下来这个奖项呢，是 Hiddle 中文排行榜在榜上周数最久的奖。那 Hiddle 长寿专辑，让我打开来，你们猜是谁？怎么大家都知道？Hiddle 流行音乐奖 Hiddle 长寿专辑自传五月天。Let's go.恭喜我们的超级天团 Mayday 五月天自传专辑已经在我们的 Hiddle 中文排行榜上蝉联了51周，下个礼拜就要满一年了。哇，非常非常厉害，不可思议的长寿力，恭喜五月天。那来请发表感言。对，这个是最长寿的专辑吗？对啊，很谢谢大家，然后很谢谢就是支持五月天的朋友，然后听说这个我们这张专辑还在榜上啊，所以对五月天来说是个期许，谢谢大家。最后谢谢 PFM， 谢谢所有歌迷朋友，然后谢谢廖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恭喜五月天，你们才是最具持久力的团体啊。恭喜，也谢谢 Elva。Thank you, Jonathan。谢谢。期待 Elva 的新专辑哦。所以自传现在还在榜上啊。是啊，下个礼拜满一年。哇，掌声鼓励加尖叫啦！真是不可思议。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大，所以呢，五月天真的是久久发一张专辑，每一次一发片都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哎。那根本就是一种宗教膜拜仪式，不断的反复听它。就是有神快拜的感觉。马上欢迎这个团体，他们从卡带、MD、CD 到数位全都 cover 啦。是的，马上就来换的是我们这个 Hiddle 团体，欢迎动力火车。Power Station。走过的风霜，听见
见心中千山万水的呼唤，跟自己合唱，跟自己欢唱到天亮。过去满身的伤都变成家乡，管世界怎么忙，回到出发的地方，跟二十岁的我起唱，小时中的渴望又变成力量，看世界怎么爱，心还是发光。谢谢动力火车，志玲跟秋星他们真的是像小鲜肉一样哎，永远都不老，好帅哦！真的，我都开玩笑亏他们说，哎，他们是这个永远的山猪肉，因为呢，真的是来自于这个原住民的协同，真的是太厉害，那个战魂跟那个歌唱的灵魂真的不断的燃烧着。你去年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去年这个小巨蛋还把火车头都开进小巨蛋，我觉得真的是超厉害、超威猛的。期待你们再回小巨蛋。是，刚刚提到过了。到底我们 HITO 流行演讲是怎么评分的呢？哦，你要来考考我是不是？对。好的，我们这个2017 HITO 流行音乐奖的评分标准呢，让我来为大家娓娓道来。就是呢，这个去年年度有打进过我们这个 HITO 中文排行榜的专辑、单曲，那呢再加上我们这个 DJ 们的播歌，很重要。对，那以及呢再加上了各个这个合法数位平台的这个点击率、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评分标准之二。那另外呢，也是要鼓励大家，真的要多多走进唱片行了，来购买这个所谓的实体专辑的实体 CD，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评分标准之一。当然是实体专辑现在比较难买到，比较难收藏，但是你手上抓了一个专辑，对每一个上台的歌手，那都是无比的肯定，因为就像他们的名片一样，像边上就有一个大大的房间，里面有很多人的 CD， 你在你的 CD 世界里面，在你音乐世界里面，你就是国王，你决定谁可以保进你的播放器里面。当然，当你把 CD 摆进 CD player 里面，你会得到一种类比的温暖。哎呦，感受到一种 CD 与你同在那种音乐跟人合一的精神。马上呢，这个团体他们也出过 CD， 而且是他们上次登场呢就在去年的 HITO 流行音乐奖。所以今天回来就是要抓周了，要来庆祝他们的一岁生日了。你知道是谁吗？我知道啊。你知道是谁吗？我知道啊。大家一起用最那边那边那边应援团，应援团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对对对，五个字、okay、都可以。那马上来欢迎，一二三，我们欢迎狮子合唱团。Come on!
guitar show。2017 HID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。